发光二极管有许多不同的外形、尺寸、亮度、颜色等供选择。发光二极管有正极和负极之分，通过外壳可看到发光二极管内部的两片导体。一般来说，大红旗连接的管角为负极，小红旗连接的管角为正极。发光二极管电路符号也有正负极之分，倒三角形的一端为正极，另一端为负极。